哥伦比亚队长法考禁区内停球起脚被秘鲁守门员贾耶赞挡下。C 组哥伦比亚对秘鲁之战变成双方门将救球个人秀。哥伦比亚守门员欧斯皮纳也不是省油的灯，扑到草地上抢球化解秘鲁攻势。不管是哥伦比亚或者秘鲁，双方锋线的攻势全被对方门将固若金汤的防守给化解。在这场比赛中，两队攻击好手几乎无用武之地，像 J 罗这球机会绝佳的射门还是被秘鲁门将弹出，双方陷入进球荒，最后0-0踢成平手，双双进入美洲杯八强。donde sabíamos que Perú prácticamente con el empate le bastaba y el plan que ellos tenían de principio no era el buscar el partido con tanta。哥伦比亚晋级后要对上进球火力强大的阿根廷队，但哥伦比亚三场预赛只进一球的贫乏火力却成了挑战美洲杯最大隐忧。要是队长法考以及明星中场 J 罗等主力射手不好好振作，恐怕难以面对阿根廷的恐怖锋线。记者吴宪昌报道。